死等了！我看你俩是等死，是不是想逃跑？鬼鬼祟祟的，给我带走！没想逃跑，别动！不不不！快走！快走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哥，别打我！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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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慢点慢点！你将此女子掳去了何处？这女的谁呀？不认识。你认识？我认识。那人我把她掳来，本来是要献给统领的。 可是两个男的，他将买他出家庭狗，我就给发卖了。卖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我真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，这他妈就是让发展烧菜，我真不知道。我真杀了我也不知道。 快说，小姐在哪？小姐在哪？小姐在哪？快说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老耿，不打了，他真不知道。要是连他都不知道小姐在哪儿的话，你这世上还能有谁知道？
西瓜，西瓜，你醒了吗？西瓜，怎么了？你知道这防水布是哪儿来的吗？就干这么点活，你让我怎么跟上面交代？怎么，你也想挨打？别仗着老爷需要你的织布技术，我就不敢打你。我知道你敢打我，但你把我们打死了，就没有人帮你们织布了。到时候，等着布匹的贼寇，也不会放过你们。我们还要赶工期，有劳了。有人能收拾。快起来吧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坐下歇息一会儿。听说你今天替那些职工出头了，很威风吧？你想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爹让我来瞧瞧你规矩。你们父子二人，见到贼寇就卑躬屈膝，见到百姓就仗势欺压，你们也配教人规矩？打小你就这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，今天我就教教你什么是规矩。老世恒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檀儿妹妹，我今天就……你不要胡来，老世恒！你要干什么？老世恒，你不要胡来，你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老世恒，你这么对我，我相公不会放过你。你的赘婿早就死了。你胡说！哎呀，
不干了！啊啊啊！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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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再也不敢了，你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楼书恒，我要你狗命！ 也弄丢了，都怪我。以后不这样了，我以后一定要豁出命来保护小姐和姑爷。以后一定寸步不离了。何刚啊，你也别太自责了，这事儿我也有责任。好在小姐也找回来了。 起来吧。都怪我，没能保护好你。不怪你的，你在贼寇营里，日子也不好过。只是没想到，我们来了一趟临安，出了这么多事，就好像一场噩梦一样。 老耿啊，哎，小姐这边我来照顾，你回去休息吧。不，我要寸步不离的保护小姐和姑爷。老耿，天黑了，你该睡觉了。没事，我不困。我们俩困了，需要睡觉。出去。 你还好吧？我没事的，相公，不疼的。
叔啊，救救我！消息一传到营里，我就立刻赶来了。养生丧老，你现在唯一能依靠的人，竟是我了。叔啊，爹爹对不起你啊。爹爹，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守卫进来救你们吗？爹爹，相公，外面好像有人。准是老耿。老耿，我不让你回去。铜两啊，谢谢。我来送点东西。太客气了，来来来，谭儿，刘统领来看你来了。铜两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娘子苏檀儿。嫂子好，我叫刘大彪，霸刀营统领，在这临安城里，谁若是欺负你，报我的名字就行。刘姑娘好。哎，她真叫刘大彪。没事，你要是叫不出口，叫西瓜也行。西瓜？嗯，怎么叫都行。西瓜姑娘着实有趣。统领啊，我还真得跟你承认一个错误。其实我当时来这霸刀营确实是想着找我娘子。人之常情嘛，男儿本就该如此，哪有娘子丢了不去寻的道理啊。倒是我之前，若不是我让杀人偿命看着你，兴许你们早就团聚了。统领说笑了，只是我今天一时冲动把那娄家父子杀死，我怕这布行一倒，保文汉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到时候要是找我们要个交代。这你不用担心，他若是要个交代，我就先交代了他。但是这娄家除了这对父子之外，还有一个女儿叫娄舒婉，她若是豁出去了来寻仇，这怎么办？是嫂子来了吗？西瓜也在。宁兄，嗯，嫂子好。在下陈凡，这临安城里管事儿的，以后在临安城谁敢欺负你，直接报我名字。陈凡兄弟好。嫂子果然是个大美人。哎，行行，说什么呢你？赶紧让人家休息吧，咱们明日设宴给嫂子接风洗尘。我这刚来。让你出去，赶紧的出去，废什么话呀你？我们先走了。这就是相公说的
那些贼寇，嗯，跟我想象的着实不太一样，是不是还挺可爱的？刘大彪，我还没跟嫂子好好聊会儿天呢，干嘛那么着急啊？刘大彪，问你呢。啊，我说，人家两口子好不容易团聚，你跟那儿裹什么乱呀？说我呢，你刚刚还不是待了好久？你怎么了？肚子不舒服？要不要去茅厕？谁肚子不舒服呀？走，去校场练练去。嘿，练练就练练，让我好好虐虐你啊！你把家里钱都败光了，这事就应该你负责。你给我滚！今天你就算是要饭，你也得把钱给我要。若是不能，你就别再进这个家门。依我看，咱就把他要昏了，直接送金元府上，把事情当场办。待他醒来，木已成舟。接受。大军将至，集结密侦寺余部。师父，大军将至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临安的火药库是北征的关键，我们必须夺回。火药一旦落入贼寇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不能强攻，只能智取。师父，方天雷对那火药库十分看重，派重兵把守，日夜无休。密侦司要想夺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夺火药库之事，秦相自有安排。不过如今最大的问题是，临安城中密侦司的成员多已失散，无法联络。师父，那你拿着这个吧，或许能派上用场。秦相如此看重你，一定是希望你能助他一臂之力。秦相看重我，是我的荣幸，但上一次我把谭儿丢在这儿，差
差点把命都丢了。这一次，我就想平平安安的带他回江洛。秦香既然把他给了你，你就留着吧。你若去意已决，那我强留也无意义。你多保重。主公，营地巡防，军师可有什么建议？那每日呢，咱们还是照例巡视已有的岗哨，另外呢，再增派200人，其中100人呢，巡视官道经过的村庄，还有100人呢，巡视我们营地周围5里左右的道路。就这么办吧。主公，宁某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是这样，现下呢，我娘子也找着了，可是这临安城实在是有些危险，我有点担心他们的安全，所以主公您看能不能找个机会把他们都送出去。那你呢？你也要走吗？我逗你的。大家既是兄弟，我便一定会保你娘子跟家人的安全。等我消息吧。好，那就谢谢主公。圣公，今日急召我来，是有什么事儿要吩咐吗？老包，你我二人自起事至今多久了？4年有余。4年，过得真快。你我相识也十载有余了吧？我可曾亏待过你啊？不曾亏待。圣公，有什么话咱们直说吧。老鲍，我当你是兄弟，这么多年把军中财权交于你处理，
可我万万没想到啊，在战事如此吃紧的情况下，你居然还敢营私舞弊，贪量无度，枉我对你的信任。圣公，这话从何而来啊？宁可有证据，是你手下看不惯，向我指见。证据，上你府上去拿。 片刻就到。报，圣公，这是在报统领处查没的账本，请圣公明鉴。老先生，圣公，劳烦你。 今天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岂无能轻盈，何似在人间？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无言有恨。 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。 千里共婵娟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，人有悲欢离合。 千里共婵娟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。